题为什么是农奴？站在国际影展的视角上看呢，咱就得看这大面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父爱好一点？电影业界应该成为什么？成为汽车业的广告，直接变广告。电影故事对我来说就是 nothing。你能比资方还专业吗？按资方说的来。暴发户。来，好，来，开始。各位老铁，我是刘伟驰，希望你们双击撩撩撩。看，你想词儿，可能我演的不好，再来一个吧。开始，凭借沟通，然后替身，我来，多真实啊 ！Nothing， 撩撩撩，沟通，凭借料是料。六十六，演员得要认真哦。Nothing， 撩撩撩，国际影展的大料，是非不分。满足吗？这就是不认真，起码帅。干嘛哟？三句台词，打枪了，把我嗓子打我们呢？各位老铁，屌爆了！撒浪嘿，爱你。怎样？好，特别好。你看导演血压都看高了，非常好。还是你能激发我，还是你是经验不够。